件事儿，我能被拒绝啊？我死你！怎么了？他不是因为你。哎，没你什么事儿啊？赶紧给我走人！赶紧给我走人！跟你说话，有什么问题跟我说。他对我女朋友，女神，不尊重，道歉。刚好今天来了很多老师，想闹大的，我奉陪到底。太帅了，别以为我怕你啊！啊，那个谁，我们走吧。你看到没有？喂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没受伤吧？哎，你的汗都蹭到我头发上。你洗头了吗？真丑。哪里丑啊？手机，你有什么权利啊？上课迟到还早恋？我哪有？还说没有？是他。同学，你没事吧？需要帮忙吗？我可能只是饿了，没事的。你算是遇对人了，我啊刚好给我弟送饭，他在篮球队训练，说没时间吃，让我拿回去。正好可以给你。不用了。好心人，我能知道你叫什么吗？叫我宇宙美少女。没想到这么快就再见面了，宇宙美少女。